一八九五日会部推展时，系推翻某本族群对外来入侵嘅境内实体控制，对客家族群来讲就动重扰嘅经验。今年都好系一帮艺术家中间，造成地土壤嘅日会部推纪念公园点，出入一场纪念仪式。现场系体现中嘞一万四千对风味桂花，老街道嘅牺牲嘅因来致敬。东都嘉良市就参加展示嘅因嘅后台家属，大组也去参加。总统蔡英文基本也有出席纪念仪式，佢讲下话，让老街道嘅勇敢奋战嘅先烈来致敬。现场详细嘅情形，杨皮楚点线本记者刘一平。好，主播，今年系一位部台见证嘅一百五十次周年，终身偷偷掩盖一位部台纪念公园，如一场纪念活动。虽然见比土人嘅天时不尽不尽，含有绿豆之芒，不过总算含有东都嘅土人采体嘅意见，非常来到现场。总统蔡英文每天前来参加，含用刻法对该东西牺牲嘅生命来表达敬意。一八零七，二十七年前嘅一一年，一旦对土人嘅种，对家人嘅因。就是客家壮烈精神，也是客家的光荣，台湾的光荣。那你的祖宗啊，就是按人讲，比了行的勇敢，都不得快到我们一边。怎么想，今天来批判这个发疯，最重要意义是，让你永远记得，是永远留下鲜血，伤有了咱家人。一八九五日为部台见证，系台湾头一摆无分族群对抗外来者嘅实体抗争。该东西对北东南加强见证，牺牲了百万计的士。现场除了用一万四千对嘅玫瑰来布摆，每做献花嘅仪式，同先民致敬。东都该东西牺牲烈士嘅后台，每贴片上百来参加。那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过去那样子的一个历史之后，通常会鼓励我们就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了，坚持到最后一分一秒。我想，这个是客家人的一个坚毅跟应景的一个精神吧。北东南哎呀来，老日本来这样的抗战哈，最后虽然讲没成功牺牲嘞，不过这个精神啊哈，我爱你到后台当这样的金批。金碧经营仪式蔬菜体品鉴，都是一位见证投资正界体点。每头一摆托去年将其中界一位部台经营公正来判，本国法统还卡入代表经验。自从在现场的亲身消息，同方面各版本彭内主播。